好啦，大家好啊，欢迎你又嚟到呢个协恩嘅 Bang Bang Channel 啦。嗱，今日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一条啦，DSE 2014年嘅 Paper 2第41条嘅 MC 啦。嗱，呢条都深深地啦，如果你唔识嗰个四个心、四个 center 咧，你都可以玩完噶啦呢条 ，OK 得唔得啊？好嗱，咁啊唔好温漏书啊，温翻个四个心、四个 center。好嗱，咁事不宜迟啦，先睇睇条题目先啦。嗱，咁佢就话啦，喺个 figure 里边啦，个 PQS 即系呢一个啦，就系、是PQS 即係呢個講緊係個 circle 嚟嘅，就係、是、圓啦。咁佢就話個 PQ 就會is produced to R 啦，就延伸去到 R。咁 such that 啦，嗰個嘅 RS 呢一條線咧就係、是、個 tangent 係啦，個切線嚟嘅，就 to the circle at S， 即係呢個係切點咯。OK， 好咁跟住之後佢就話個 I 啦 ，I 係個 in center。咁不如我用支黃色嘅 highlight 住佢先啦。嗱咁就係叫做 in center。即係中文就叫做內心啦，係啦，呢四個心都好煩嘅，咁所以自己highlight住佢啦。咁佢就話俾我哋聽啦，如果呢一隻角啊 IRQ， 即係呢一隻啦，圖裏邊嘅呢一隻咧就12度，仲有啦就係隻角度啊 PSQ， 即係呢一隻角係70度。OK， 咁佢就問你啦，頂啦呢隻角度 QPS 到底係幾多啊？咁好嗱，事不宜遲啦，攞張單行紙出嚟先講啦。由於而家啲科技都好先進啊，咁啊就係幅圖出翻嚟，我仲放大咗少少添。咁啊，好啦，嗱，事不宜遲啦，咁啊 mark 翻低頭先佢哋俾我哋嘅資料先啦。嗱，首先啊，佢有講過嘅就係呢只角咧，俾我哋係12度，係嘛？咁跟住就啊呢一隻角啦，佢俾我哋嘅就係70度 ，OK 嗱咁好啦，咁跟住之後我又想繼續提一提大家喎，咁佢曾經有講過俾我哋聽啦，呢個 I 咧其實就係個in center 嚟嘅係嘛？睇下先啦，係啦 ，in center 即係個內心嚟嘅。咁所以其實睇翻內心嘅 definition 咧，嗱咁啊喺我碌屎 chapter 15度咧，自己温書温翻啦。如果唔係你啊大件事嘅得唔得啊？嗱，分別point 第十個 point 嗰度咧有 A、B、C、D， 就係分別就係粉紅色嘅形心 central 啦，B part 嘅綠色部分啦，就係、是、垂心 offer center。咁跟住之後 C part 定啱我哋用嘅就係內心 in center， 仲有就係 D part 橙色部分嘅外心 circum center， 得唔得？當然今次用緊黃色呢個部分啦，咁我放大啲去睇啦。乜嘢叫做in center 咧？其實講到明 in center， 即係講緊喺個三角形裏邊咧，要畫三條嘅角平分線出嚟。咁即係簡單一句啦，喺啲頂點度畫係嘛？咁呢兩隻角要平分咗佢。咁喺呢度畫呢隻角要平分咗佢，即係呢兩隻角要一樣咯。咁當然啦，喺呢度又係畫出去呢條線點樣畫咧？就兩隻角要一樣，如此類推得唔得？嗱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度咧，如果你話得俾我聽呢一隻角係12度咧，咁即係我自己都會知咧就。呢一隻角咧，藍色呢一隻角咧，或者我咁寫啦，好嘛？紅色呢一隻角咧 ，push， 轉翻支筆先啊。紅色呢一隻角咧，都會係12度噶啦。咁我會點寫咧？咁我就會話由於咧嗰、那個。我會咁寫咯，就係、是、由於嗰個 I 係啦，個 I 係咩嚟嘅咧？咁你就話翻俾人聽啦，就係、是、is the in center。of 呢個嘅三角形就 Q R S。好啦，咁所以我哋會知道啦，就係、是、紅色嗰只角咯，就係、是、角度。IRS 係啦，根本上就會等於翻隻綠色嘅角，綠色嗰隻角就係叫做角度IRQ， 咁當然就係等於幾多咧？12度咯。係嘛 ？OK， 明唔明我講咩啊？咁因為佢哋係 in centre 啊嘛，咁所以兩隻角咪各平分咗佢咯，兩隻角都係一樣嘅。OK， 好啦，咁跟住之後，不如我攞支粉紅色筆啦，佢叫我哋揾呢一隻粉紅色嘅角，係嘛？咁我哋就叫呢一隻角度做 X 啦。咁我而家就會話啦 ，let 呢個角度 QPS 就會係等於 X 啦。
係咪？好啦，咁我睇到啲嘢喎，因為呢個係 tangent 嚟噶嘛，係切線嚟噶嘛呢條係嘛？咁所以其實我自己會睇到咧呢只藍色嘅角啦，係啦，順勢跳入去呢個三名裏邊，係啦，順勢跳第一，跟住第二喺呢度，咁呢兩隻角咪應該一樣咯，藍色同粉紅色隻角，咁所以呢一隻角都係 X 嚟嘅。我會覺得是，那原因是什麼呢？等一會講咯，是吧？我就會說了，直角度 RSQ 根本上就等於隻粉紅色角，是吧？直角度 QPS 就會等於 X。OK， 咁原因是什麼呢？咁當然好明顯啦，就係英文就叫做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 啦。中文就叫做交錯供應嘅交錯供應的圓周角，好像是叫做是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， OK， 行不行？好，跟住再來了，我們繼續看下去，我就會看到一些東西了，就說在個三角形 PSR 那裡，三角形 PSR 發生什麼事呢？ PSR 即是大的這個，是吧？其實當然就是三角形內角和，這隻角加這隻角再加這隻角就等於180度咯，即是什麼意思啊？第一隻角就是70度，綠色的70度，就再加一隻藍色的 X， OK， 就是這一隻。好了，再加第二隻就是粉紅色這一隻 X， 就再加了就第三隻，第三隻當然就是這兩隻12度角啦，那就是紅色的12度，就再加一隻綠色的12度，咁當然就會等於180度啦，原因就係 angle sum of 呢個 triangle 就係三角形內角和，咁當然啦，咁加埋曬佢，當然就係、是、兩個嘅 x 加 x 就係兩個嘅 x 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就再加唔用咁多卡拉啦，再加94度就等於180度。好啦，咁即係兩個嘅 x 就會係等於86度。咁當然啦，最後啦，即係 x 等於幾多咧？咁啊，將個乘二調過去變除二啦，即係86度除二啦。咁86除二即係43度咯。係啦，咁即係終極答案就係43啦。嗱，睇下有冇呢個答案揀咯。正確答案就係43，即係 C 啦。OK， 嗱好啦，咁 check 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別問題啦。OK， 嗱好啦，如果冇嘅話咧，今日到呢度噶啦噃。好，嗱咁就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啦。嗱，希望下次有緣嘅話，我哋再見啦。嗯，拜拜。